叔，不打了。哦，老大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。战场上敌人会对你手下留情吗？继续操练。老大，都练了好几个时辰了，你看兄弟们肯定是又饿又累的。我看是你累了吧。天君，老大，龙武殿急召，说是边城传来战报。边城告破，李云速速派兵死守魏城。儿戏，凌将军战死，青龙不知所踪，这败局已定。上龙大人何意？何意？战不能胜，自然是求和。上龙大人所言，你现在是尹国的说客了。你血口喷人，多说无益。明日参见龙主，龙主英明，自有裁决。哼，走。林将军，司徒等参上，边城已破，守将凌天烈吉部悉数殉国，末将已率部奔赴边城，敌军势大，且有一手相助，末将自知不敌，但会尽力与之周旋，等待援军。答应你的事情还没做呢，当然是要解决掉面前这个家伙之后再去。这个东西你还是自己保管好吧。
快，你们就会团聚了。